哇，你看这边的那个建筑物 啊，就像这样子，小巷弄里面就像这样子。真的，你会发现他们整个那个风格完全统一。唐卡，唐卡。哦，真的是会有点喘，然后那个心跳会加速。藏衣，这里好安静哦。我们现 在这里，等下去，然后再左转绕一圈上来。哦，没有，我们要绕一圈，然后走这一条，然后到这里。我们餐厅在这一区，我们等下去拉萨雪域餐厅。Short letter 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I would like you to be my home and take you everywhere I go。 好了，我们来到八果街的 外面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在八果街这附近逛一逛。这里就是大昭寺的正门啦，然后我们明天就会从这里进去参观，但是我们今天的首要目标是先找到餐厅吃饭。这里有很多好吃的餐厅。丹杰林路。A warm house of friends to tell them, let me tell them.